我们点粽子吃吧。好啊，咸粽子 YYDS。 谁吃咸粽子啊？甜粽子才是 YYDS。 那谁吃甜粽子呀？咸粽子才是 YYDS。 哦，好吧，那吃咸粽子吧，你不用管我的。那我们还是吃甜粽子吧。别呀，你干啥听我的？不是吃咸粽子吗？咸粽子不是 YYDS 吗？那我说了我们吃甜粽子呀。好啊，你那么喜欢吃，你去找别人一起吃啊。